再来点葱葱。你喜欢吃排骨？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瓜。今天买了块排骨回来哈。哎呀，这个排骨你准备到吃？吃干锅，我还得到剪辑喽。全部放满，弄多还要？你想放好多就放好多。要得，我拿个盆盆来，我把这个排骨都洗净。还有菜刀和豌豆也好拿进来。啥子呢？我问你了。我不喊你了，喊别个拿是不是？啥子都要我给你拿在手头。我重新喊个人帮你拿一个嘛。你去喊噻。找个小米。你找不找还是可以。找不到，你又是帮我看扁的，不是推的。你也看得扁嘛，弄圆的。这个你也不要小看我，你要好好珍惜一下。来点毛毛盐、胡椒粉、香油、豆粉，用爪子给它抓匀。排骨放进来炸一下，小妹，有朋友问你，那时候你就长胖了，你还为啥子那么爱吃？那个意思是说，他为了美，可以啥子都不吃。那意思是喊你不要吃了，他说你以前的视频很好看。我爱美，但是我也喜欢吃。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不一样，对吗？对呀、啊。你要管噻，你能干得很。我们大家复摘时哈，就豌豆切了。先把土豆放进来摘一下，花菜放进来一摘一下。好，捞起来。来一勺豆瓣，来点大蒜、花椒、辣椒，炒香。排骨、洋葱放下来，来点毛毛盐、鸡精，来点孜然粉，准备起锅。起锅喽！再来点葱葱。吃饭了，婆娘。萝卜干，是的。你喜欢吃排骨？慢慢来，不要着急。今天做排骨炸老了。炸老了？嗯。老的太香。肚皮饿了，先吃点饭着。喊你不吃早饭。这土豆应该先能调调，不应该快快。不管他，自己切的自己吃。肯定的，这个就是说方便点。里面有点肥肉，我吃起来可以的，有点爽口。用着用着的，我感觉辣的我要喷火了。干锅就是有点辣才香噻，干锅都不辣倒香嘛。还是可以做两顿的，你顿就放了。他就不懂我买。那鱼能回来你里面去吃不？要得，我们就先到这儿哈，拜拜。拜拜。